到我们的会场，也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一位贵宾长官百忙之中莅临到我们的会场，我们一起来目睹三十精彩十六圆满原住民族系列的活动。啊，同时也要特别谢谢我们桃园市政府以及我们原民局，要携手跟我们的桃园市立图书馆新总馆跟我们的部落大学啊。好，一起来携手来承办这次的原住民主日的系列的活动，我们是不是给我三个单位来点掌声一下好吗？谢谢我们原民局，也谢谢我们图书馆新总馆跟我们的部落大学来携手来承办这次的原住民主日的系列的活动。那当然要在今天的贵宾长官，我们会请不停来一一来介绍今天的贵宾长官，那也烦请我们的贵宾长官来起身，来跟所有的我们桃园市的好朋友们来挥手致意。首先是我们桃园市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长陈慈林局长，局长好，好嘞，来吼，谢谢我们的局长。接着是我们的副局长陈正雄副局长，副局长好，来吼。接着是我们妇幼局局长杜慈荣，我们的杜局长，欢迎杜局长，欢迎欢迎，谢谢。这是我们的预言陈美美，我们的预言好，谢谢。以及我们预言王先莲，我们执行长张仁福，我们执行长欢迎。以及我们预言林正贤，我们的特助洪玉峰，欢迎，谢谢。这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吴立华委员，我们的主任李南辉，我们的主任欢迎。以及我们立法委员吴宪一特助田武忠，欢迎欢迎。接着是我们的桃园市原住民主发展委员会委员，首先是我们戴锦花委员，委员好，谢谢姐啊。好，以及我们简志伟预演的服务团队哈，谢谢我们的嘎嘎，谢谢哈，马里马里马三路。接着是我们的陈晨委员，陈晨委员好。要加倍，欢迎你们三路。这是我们高慧玲，我们的委员，欢迎，谢谢。好，我们主席委员在我们的桃园市是推动很多每一个原住的事物，他们有他们在，而且也担任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顾问的概念哈，就是他们真好。那紧接着，要我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财团法人桃园市原住民主发展基金会我们的董事老马古信，欢迎我们的董事，欢迎，谢谢，哎。罗干部开书，谢谢我们的董事。第二是我们桃园市羽方会委员廖国栋，欢迎，谢谢。第二是我们桃园市原住民族文化观光休闲产业发展协会理事，我们的张美玲，欢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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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啊，当然要在这样的一个三十精彩十六圆满。啊，原住民主系列活动当然在台湾各个县市都举办，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次是我们桃园市办的最圆满最精彩。从我们的讲座，从我们这次的策展以及文物的这些陈列，到我们的讲座，到我们的市集，到我们的音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圆满。同时在同时，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我们原民局啊局长，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问好。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原民局局长陈志礼局长，局长好，好，来吼。好，谢谢局长。好，我想要说话之前呢，我邀请我们的同仁，穿原民服的这个同仁，原民局的，有那个我们副座陈正雄，还有我们科长哦，还有我们主秘，还有主仪哦。敏伦来被叫到的，请一下。好，来。我们是不是给我们桃园市原民局所有的同仁来点掌声好吗？谢谢。在座的有我们议员陈美美议员哈，还有我们王先莲议员的助理，以及林正贤议员的助理哦，还有我们前立委廖国栋啊，廖国栋委员，还有我们妇幼局杜局长，以及我们简志伟议员的主任啊，还有我们吴立华。立委的助理王校长好，还有在座的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听了我们五十爱的这个歌，真的是让我感动哦，因为我听得懂
好，第二个呢，我是看着他长大，看着他长大哦，那种对话，跟这个部落的长者的一个对话让我感动哦。当然，今天是我们8月1号延明日的这个活动系列哦，除了今天的这个嘉年华会，还有我们刚刚才结束一个讲座哦，文化权利的讲座，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哦。我想30年来，证明30年来，我觉得给原住民改变了很多的生活啊，因为政策的推动，让我们原住民这三个字，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专长哦，不管是歌也好，不管是运动也好哦，都用呈现在各个地方哦。我想30年，除了感谢哦，我们没办法用言语哈这个表达哦。所以这几天呢，用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系列，表达我们对这个土地的一个爱哦。我们真的是爱我们这块土地。大家也知道，这个原住民喜欢分享，对不对？啊，用歌任何的来表达哦。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哦，用这个这几天的时间哦，对，我们还有一个总图图书馆。我们也有书展哦，部落大学所编辑的这个书本教材都在那里哦。8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号，欢迎我们的朋友来参观、来莅临、来欣赏，好不好？好。最后我们人民局哦，谢谢大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哦，30年来的这个原住民哦，原住民用这些来表达哦。我们在这边深深的一鞠躬，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局长，也谢谢我们原民局所有的同仁啊，有你们真好啊！年年让我们的桃园市8.4万所有的族人能够愿意继续留在我们的桃园市。谢谢我们的局长、副局长、我们的主力跟所有的同仁。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局长。